众生饭食，皆悉平等，三不拉疙瘩。大德僧听，今白月十五日，众生和合。是日下午五时，于律学院大殿说戒。此中者未遭十方身众有得闻者，并皆云集，共同合力，又诸有恶趣受苦众生，令得停息。
降伏摩利愿，除劫尽无余，陆地即见地，比丘闻当即，诸欲闻法人渡流生死海，闻此妙响音，尽当云集此。是罪发怒，大众师一起转身向上，勿跪合掌。就地一拜，起。问讯。对面坐下。僧同犯是罪忏佛。僧祈佛。僧以及。和佛。和。为受具戒者，此众无未受具戒者。大众请起立，沙弥入堂。持戒清净如满月，身口皎洁无瑕秽，大众和合无为争，而乃可得同菩萨。水净土成观照其国，心如来此处清净无缺患，一切众生亦是。八功德水净土成观照其国，心如来此处清净无缺患，一切众生法身具足无分寸，阿罗寻找无解脱，满足群生同色法界融。香水心目走出过，法身具足五分充，多罗延照解脱门，情深同退法界融。
幸福之中住着一心幸福。声听重中随小小者说故，大德声听重中随小小者说故，大德声听重中随小小者说故，大德声听外有清净大沙门入，大德声听外有清净大沙门入，大德声听外有清净大沙门入。大德声听持众小者已说故，外清净大沙门已入，内外极净无诸难事，堪可行走广作菩萨。我苦正比丘为身行走作菩萨事，身当一心念作菩萨，愿上中下座各次第如法受酬。大德声听持众小者已说故，外清净大沙门已入，内外极净无诸难事，堪可行走广作菩萨。我普正比丘为身行走作菩萨事，身当一心念作菩萨，愿上中下座各次第如法受酬。大德声听持众小者已收故，外清净大沙门已入，内外极净无诸难事，堪可行走广作菩萨。我普正比丘为身行走作菩萨事，身当一心念作菩萨，愿上中下座各次第如法受酬，并受主受人酬。天干无碍谢脱脱难得难遇尽佛我今天带欢喜颂一切众生第五世遇着清净受持天干无碍谢脱脱难得难遇尽佛我今天带欢喜颂一切众生第五世一切众生天干无碍谢即是清净受持者，即是清净还持者，坚固行持无希望一切众生亦如是。金刚无碍谢脱陀，难得难遇金佛，我今顶戴观音受持戒众生亦如是。即是清净受持者，即是清净还持者，坚固行持无希望一切众生亦如是。坚固行持无希望一切众生亦如是。金刚无碍谢脱陀，难得难遇金佛，我今顶戴欢喜受一切众生如是。具足清净受持者，具足清净还持者，坚固行持，无碍一切众生亦如是。金刚无碍谢脱陀，难得难遇如金佛，我今顶戴欢喜受一切众生亦如是。具足清净受持者，具足清净还持者，坚固行持，无碍一切众生亦如是。自行沙弥愁，自行沙弥愁，自行沙弥愁。我自己心情好，我真的是好。
沙弥尔。大众行起立。大圣五十四人，沙弥利人，多五十五人。大德生定此一处处一菩萨，大僧五十四人，沙弥一人，都合五十五人，各于佛法中清净出家，和合菩萨，上顺佛教，中报师恩，下为弘誓，各诵经中清净妙偈，清净如满月，清净得菩萨，生活业清净，而乃变菩萨。大德慈悲为僧说戒，恩慈说戒，能当多谦，但愿老变，严持浊顿，苦恼众生，念次多说。大德慈悲为僧说戒，但此说戒任当天因，但为老病延迟浊顿，恐恼众生，令次座说。次座一词不堪，次参观比丘所云，身材送比丘戒，自常依菩萨比丘所云，身材送菩萨戒。僧差送比丘戒，而僧差送菩萨戒，而大德僧定，僧差律师常观为僧诵律，常译菩萨比丘为僧诵菩萨戒，梵音常观律师升高座。小比丘常观其手何难，净薄众生，僧差诵律，恐有错误，愿同诵者指授。
善花庄严净光明，庄严宝花以为帐，善种宝花遍十方，供养一切诸如来。善花庄严净光明，庄严宝花以为帐，善种宝花遍十方，供养一切诸如来。善花庄严净光明，庄严宝花以为帐，善种宝花遍十方，供养一切诸如来。遍法界，供养十方无量佛，见闻普熏正寂灭。大众请坐。欲除湿气法，即灭生尘法。藏身施舍多，众于听我说。毗婆时时气，毗舍俱留顺。居那含摩尼，迦奢释迦文。诸世尊大德，为我说是事，我今欲善说，诸行行共听。彼汝人毁，诸不堪有所摄，毁戒如是，不得生天人。
欲得升天上，若生人中的常当护戒主，无令有亏损。如欲入险道，施暇者周忧悔戒，如是时时怀恐惧。如人之照镜，好丑生心期，说戒如是前悔生忧喜。如两正共战，永去有进退。说戒如是尽会生安慰。世间王为罪，众流海为罪，众心愿为罪，奉众神佛为罪。一切众律中，戒经为上罪。如来历尽戒，半月半月说僧即佛，僧以及和合佛，和合未受具戒者出。此众生不善受戒，汝为受具足，无欲闻此，自随本业受喜。今圣末法已，至临终时，再赴堂来。请代持，就地一拜。问讯，退身而出。未受具戒者已出。明能人护戒，能得善守乐，名誉及力量，死得升天上。当官如是处有志，请护戒，戒尽有智慧，便得第一道。如过去诸佛及未来者，现在诸佛只能生一咒，皆共尊戒戒，只是诸法法入我智为身，欲求于佛道，当尊重正法，只是诸佛教。七佛为师尊，灭除诸结时，说是戒经，诸佛得解脱，于入于涅槃，诸悉永明尽。遵循大仙说，圣贤成于戒，弟子之所行，入即涅槃。世尊涅槃时，心起于大悲，及诸比丘众，如是教戒，莫为我涅槃。心行舍无数，我今说戒经，一生说毗尼。我虽不涅槃，当是如是尊，此经久住世，佛法得是胜以世事胜故，得入涅槃。若不持此戒，如所言菩萨，欲如日末时世界皆暗明，当护持是戒，如牦牛爱为何何一说错？如佛之者说，我已说戒经，众生不杂尽。我今说戒经，所说诸功德，是一切众生皆共成佛道。心善念十分深切，本中。大众请起，迦毗丘常观自净众生足下，净谢众生身猜双虑，三业不勤，多有忘失，愿生慈悲，是以欢喜。常忆其手何难尽，不爱大众身猜送戒，恐有咒怨同诵者，慈悲指示。
大众请坐。南无梵网教主卢舍那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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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句境界难得闻。经与无量句之节。读诵受持亦如是。如说修行者更难。菩萨戒众等谛听，归命卢舍那十方金刚佛，一离乾坤主，当觉慈尊。经说三句戒，菩萨显供听。戒如大明灯，能消强夜暗；戒如珍宝镜，照法镜无疑；戒如摩尼珠，衣物济贫穷。离世速成佛，唯此法为最。是故诸菩萨应当勤务持。老死之境，佛法欲灭诸大德三昧，未得大故，一心请求精进。说一者何？诸佛一心请求精进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光于善道法？各闻强进时，努力勤修善，如何不求道？安可续待老？于何乐乎？是日已过，名已水枕，如烧水，于斯有何乐？僧即佛。僧已及。而何佛？而何？此中未受菩萨戒及不清净者出佛。此中无未受菩萨戒及不清净者。不来主受菩萨有几人？说欲及清净。大德深听，菩萨比丘自证，我说比喻清净，比如我生世欲清净。说欲即清净也。僧即和合何所作为？说戒菩萨。诸佛子等合掌自心听。我今欲说诸佛大戒序，众经默然听。这知有罪当忏悔，忏悔即安乐；不忏悔，罪一生无罪者，默然默然故，当知众心净。诸大德三昧谛听，佛灭度后于末法中，应当尊敬波罗提摩叉。波罗提摩叉者，即是十戒。十十戒是如暗喻明，如贫人得宝，如病者得菜，如囚戏出狱，远行者得归。当知此则是中等大事。若佛诸事无一此也。不心难生，善心难发，故经云：勿轻小罪，以为无殃。随地虽为戒淫大戒，一刹那造罪殃多无间。一时人生万劫不复，壮射不停，犹如奔马，人命无常。过于山水，今日虽存，名利难保。众等各个一心勤求精进，生物懈怠懒惰睡眠，纵一夜即摄心存念三宝，莫以空过毒受彼来后代生慧。众等各个一心谨依此戒如法修行，应当学。诸大德经百月十五日作菩萨说菩萨戒，众当一心善听。有罪者发怒，无罪者默然默然故，当知诸大德清净堪说菩萨戒，以说菩萨戒续净。今问诸大德之中清净否？今问诸大德之中清净否？今问诸大德之中清净否？诸大德之中清净，默然故，世事无事实。
傍晚经佛说菩萨十众四十八清净，尔时卢舍那佛为此道中略开百千恒河沙，不可说法门中心地如毛头绪，是过去一切佛已说，未来佛当说，现在佛经说，三世菩萨已学，当学经学，唯以百劫修行是心地号，为卢舍那如诸佛中我所说一切众生开心地道。尔时莲花台上世界和天光世座上卢舍那佛放光，光靠见花上佛持我心地法门品而去，复转为千百一十家及一切众生次第说我上心地法门品，如等受持读诵一心而行。尔时千花上佛千百一十家从莲花台上世界和世座起，各个子对指圣方，不可思议光，光界化无量佛，一时无量青黄赤白花供养卢舍那佛，受持上说心地法门品净。哥哥从此莲花台上世界而默默一入，体心虚光花光三昧还本源世界，阎浮提菩提树下同体心虚光花光三昧出，出以放作金刚千光王座及妙光堂，说时世界海不从座，即是第四宫说时住不从座，即是焰天中说时行不从座，即是第四天说时回向不从座，即是化乐天说时禅定不从座，即是踏化天说时地复制一禅中说时金刚，复制二禅中说时人，复制三禅中说时愿，复制四禅中摩西所罗天王宫说本有莲花台上世界卢舍那佛所说心地法门品，其余千百一十家亦复如是，无为无别，如现阶品中说。尔时释迦牟尼佛从出现莲花台上世界东方来入天王宫中说，摩说化经以舍身难言菩提，迦耶罗婆母名摩耶，复制白净无名悉达七岁出家，三子成道号无为释迦牟尼佛，以及灭道场所金刚花光王座，乃至摩西所罗天王宫，其中次第时诸所所说时，不观诸大梵天王网罗床，因为说无量世界犹如网孔，一一世界各个不同别无量佛教门，亦复如是。如今来此世界八千梵，为此娑婆世界作金刚花光王座，乃至摩西所罗天王宫，为世中一切大众略开心地法门净，复从天王宫下至阎浮提菩提树下，为此地上一切众生凡夫痴善之人，说我本卢舍那佛心地中住发心中常所诵一切光明金刚宝戒，是一切佛本源，一切菩萨本源，佛性种子，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切意识色心事行事心皆入佛性界中，当当常有因故，当当常住法身如是时，波罗提木叉注意世界是法界，是三世一切众生顶戴受持，无尽当为此大众从说无尽藏戒品，是一切众生界本源自性清净。我今卢舍那方作莲花台，周匝青花上复现千世家，一花百一果，一果一世家各作菩提树，一时成佛道。如是千百亿卢舍那本身，千百亿世家各界为成众，聚来至我所，听我诵佛戒，甘露门即开。是时千百亿魂至本道场，各作菩提树，诵我本世界十众四十八戒，如明日月，亦如璎珞，诸为成菩萨众，由是成正觉。是卢舍那颂，我亦如是颂。汝心学菩萨，顶戴受持戒，受持世界以转受诸众生，谛听我正颂。佛法中戒藏，波罗提木叉，大众心地性，汝是当成佛，我是已成。佛常作如是性，戒品以具足，一切有心者皆应摄佛戒，众生受佛戒，即入诸佛位，未同大觉已，真是诸佛子，大众皆恭敬，至心听我诵。尔时释迦牟尼佛出作菩提树，教成无上正觉，出邪菩萨波罗提木叉，孝顺父母，四生三宝，孝顺至道之法，孝名为戒，名之止。佛即口方无量光明，是时百万亿大众诸菩萨、十八梵天、六天子、十六大国王合掌至心，听佛诵，一切诸佛大圣戒。佛告诸菩萨言：我今半月半月之中，诸佛法界如等一切发心菩萨，乃至十八俱舍将养持金刚持地，诸菩萨爱诵是故，戒光从口出，有缘非无因故，光光非青黄赤白黑，非色非心非有非无非因果法，是诸佛之本原型，菩萨道之根本，是大众诸佛只是根本，是故大众诸佛子应受持，应读诵，应善学。佛子谛听，若受佛戒者，国王、王子、百官、宰相、比丘、比丘尼、十八梵天、六欲天子、苏敏、黄门、银男、尼女、卢比、八部鬼神、金刚神、畜生乃至变化人、但劫法师与金秀德戒，皆名第一清净者。佛告诸佛子言：有时众波罗提木叉，若受菩萨戒，不诵此戒者，非菩萨，非佛种子。我亦如是诵：一切菩萨已学，一切菩萨当学，一切菩萨经学，以律说菩萨波罗提木叉相貌应当学，尽心奉持。佛言：若佛子若自杀、教人杀、方便杀、赞叹杀、见作随景乃至受杀、杀因、杀缘、杀法、杀业，乃至一切有命者不得故杀，是菩萨因起常作慈悲心、孝顺心，方便救护一切众生而反自自性快意杀胜者，是菩萨波罗一罪。若佛子自道、教人道、方便道、救道、道因、道缘、道法、道业，乃至鬼神、牛犊、结界、无界巧、一尘一草不得故道，不善因生佛性、孝顺心、慈悲心，常住一切人生不生而反更道人财物者，是菩萨波罗一罪。若佛子自淫教淫，乃至一切女人不得故淫，淫淫缘淫法淫业，乃至畜生女、诸天鬼神女及非道心淫，而不善人生孝顺心，救度一切众生净法语言，而反更其一切人淫不择畜生，乃至母女姐妹六亲心淫无慈悲心者，是菩萨波罗一罪。若佛子自妄语教人妄语方便妄语妄语音妄语言妄语法妄语业，乃至不见见见言不见善心妄语，菩萨常生正语正见一生一切众生正语正见，而反更其一切众生邪语邪见邪业者，是菩萨波罗一罪。若佛子自沽酒，教人沽酒，沽酒因，沽酒缘，沽酒法，沽酒业，一切酒不得沽，是酒起罪，因而不善因生一切众生明达智慧，而反更胜一切众生颠倒之心者，是菩萨波罗一罪。若佛子口自说出家，再教菩萨比丘、比丘尼罪过，教人说罪过，罪过因，罪过缘，罪过法，罪过业，菩萨外道二人及右正二人说法中，非有非律，常生实性，教化世人，被立圣大圣在心的菩萨本更自说佛法中罪过者，是菩萨波罗一罪。
若佛者，自障伟大意，交往自障伟大，伟大因，伟大缘，伟大法，伟大业，菩萨应当一切众生受教回入二世相，这己好事与他人，若自扬己德引他人好事，令他人受回者，是菩萨波罗一罪。若佛者，自前交往千千令千缘千法千念，而菩萨见离戒贫穷人来记得随前人所需一切给予，而菩萨而行戒尽，乃至不施一尘一尘一巧九八者，不畏数一句一偈亦为成实法，人满更骂怒者，是菩萨波罗一罪。若佛者，自称教人称真念真缘真法真念，菩萨应生一切众生善根无证之日，常生慈悲心孝顺心，而反更于一切众生中，乃至于非众生中，以恶口骂戮加以手打击以刀杖，亦有不喜前人求毁善人忏谢有生不解者，是菩萨波罗一罪。若佛者，自谤三宝教人谤三宝，谤因谤缘谤法谤业，而菩萨见外道及以恶人一言谤佛音声如三百毛，自行旷口自谤不生信心孝顺心，而反更诸恶人邪见人谤者，是菩萨波罗一罪。善学助人者是菩萨，是波罗提木叉，应当学于中，不应一一犯如为僧许。何况具足犯此戒，若犯者不得甚深发菩提心。一是国王位转女王位，一是比丘比丘尼位，一是十八俱十张扬十金刚十地佛性常住妙果，一切皆是堕三恶道中二劫三劫不闻父母三宝名字，是不应一犯如等一切菩萨经学当学与学，如是实现应当学，现行奉持八万位一品当广明。佛告诸菩萨说：是波罗提木叉尽四十八经经当说。若佛子欲受国王位时，受转轮王位时，百官受位时，应先受菩萨戒，一切鬼神救护王身百官之身，诸佛欢喜积德戒，以生孝顺心恭敬敬虔，上座上阿舍离那得同学同见同行者，应起尊恩礼拜温馨的菩萨，反正交心慢心痴心真心不起尊恩礼拜一不如法供养以示卖身国者，男女七八百欲为供解之说不为者，犯轻过罪。若佛子故饮酒，酒生过失，无量多之身，手握酒器以缘饮酒者，五百世无手，何况自饮亦不得教一切人领及一切众生饮酒，况自饮酒一切酒不得饮，若故自饮教饮者，犯轻过罪。若佛子故食肉，一切众生肉不得食；不食肉得断大慈悲佛性种子，一切众生见人舍去，是故一切菩萨不得食；一切众生肉食肉得无量罪，若故食者犯轻垢罪。若佛子不得食五辛大蒜、葛、粽子、中兰、葱、辛、举、是五辛，一切食中不得食；若故食者犯轻垢罪。若佛子见一切众生犯八戒、五戒、十戒、毁尽七逆八难，一切犯戒罪，应教忏悔；菩萨不教忏悔，同处同僧利啊，供菩萨以众所戒而不取其罪，不教悔过者犯轻垢罪。若佛子见大圣法师、大圣同解同现同行来入圣方色彩僧，亦若百里千里来者，及其迎来送去。礼拜供养日日三十，供养日时三两金，百味饮食从作物，要供事法师一切所需，尽及与之常行法师善持说法。日日三十礼拜，不生嗔心、患恼之心，为凡灭生情法不懈，若不为者犯轻垢罪。若佛子一切处我讲法毗尼劫律大者舍中有讲法术，是心选不善应者，劫律正知法师所听受自问。若三年宿下生地方中一切说法术，其实行咒若不治理听受自问者，犯轻垢罪。若佛子心被大串常住，劫律缘被佛受而受持二三生五外道，见一切见界显现劫律者，犯轻垢罪。若佛子见一切疾病人常因供养如佛意八福田中看病福田是第一福田，若父母十善弟子病诸官不惧百种病苦恼皆供养令差，而菩萨也诚恳行不干的，这上方诚意旷野山林道路中见病不救济者，犯轻垢罪。若佛子不得续一切刀杖弓箭矛斧刀杖之具及幽王炉卷杀生之器，一切不得续，若菩萨乃至杀父母上不加暴空上一切众生不得续加众生具，若故续者，犯轻垢罪。如是实践应当学，静心奉持下六度品中广明。若佛子不得为利养恶心故，通过使命君正何为心事相发下无量众生的菩萨尚不得入军中往来，空故作国贼，若故作者犯轻垢罪。若佛子故贩卖良人奴婢六处势力棺材百目成使之去上不应自作狂人家人作，若故自作家人作者犯轻垢罪。若佛子以恶行故，五世帮台良人善人法师十三国王贵人年犯其逆时忠于父母兄弟六亲中一生孝顺亲子悲心而反更加于利害多不如益处者，犯轻垢罪。若佛子以恶行故，放了大火烧山林旷野寺院乃至九月放火入烧他人家屋宅争议三方田木及鬼神官吏一切有生不得故烧，若故烧者，犯轻垢罪。若佛子自佛弟子及外道二人六亲一切善知识应教受持大圣经律应教解义理十八菩提心十八俱心十张仰心十金刚心于三十心中一一解及次第法用而不塞恶行称心横教二圣真文经律外道邪见论等，犯轻垢罪。若佛子因好心先学大圣，我以经律广开解义，为见肉心学不善，有从百里千里来求大圣经律，因六法未说一切苦恨。若烧身烧臂烧子，若不烧身臂子，供养诸佛非出家菩萨，乃至二虎狼狮子一切恶鬼，心因舍身肉手指而供养之。然后一一次第未说正法时，心开意解，菩萨为利养故，应达不达，道说经律文字无浅，或谤三宝说者，犯轻垢罪。若佛子自为饮食监察利养名故，亲近国王王子大臣百官师作行事习作打败前往横取前物一切求利，名为恶求多久教他人求，都无慈心无孝顺心者，犯轻垢罪。若佛子因学十恶不精诵戒者，日六十持菩萨戒解其义理佛性持性，而菩萨不解一句一偈及戒律因缘障碍能戒者，即为自其广义其广他人
依依不解，切法不知，惹被他人作事受戒者犯情垢罪。若佛子一心故见，持戒比丘所得香炉行菩萨，而堕过两头谤弃贤人，无恶不造者犯情垢罪。若佛子执行故行放生业，见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无故从事受生，故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二生二世者，即杀我父母，亦杀我故生。一切地水是我先生，一切火风是我本体，故常行放生，生生受生常住之法，教人放生。若见世人杀畜生，显应方便救护，解其苦难，常教二讲说菩萨戒，救度众生。若父母兄弟死亡之，应经法师讲菩萨戒，经律服自亡者，得见诸佛圣人天上。若不闻者，犯情垢罪。如是时见，应当学精进奉持，如灭罪品中广明一戒相。若佛子不得以嗔报嗔，以打报打。若杀父母兄弟六亲不得家报。若国主为他人杀者，亦不得家报。杀生报身不顺，遭道上不逊奴婢，打坏猫，日日起三业口罪，无量空故作其逆之罪，速消菩萨而实行报仇，乃至六亲中故报者，犯情垢罪。若佛使出使出家，未有所及的知识聪明有智，或是高贵年数，或是道心高门大捷大福大富饶财积宝，以此骄慢而不自作先学法师经律，其法师者为小心年少卑门贫穷下贱，诸根不去而是有得一切经律尽解，心学菩萨不得观法师种性而不来自受法师第一地者，犯情垢罪。若佛子佛灭度恶，欲以好心受菩萨戒，持佛菩萨形象前，自是受戒，当以七日佛前忏悔，得见好相，便得戒。若不得好相，一二七三七，乃至一眼尿得好相，得好相以便得佛菩萨形象前受戒。若不得好相，虽佛像前受戒，不明得戒。若先受菩萨戒，法师前受戒时，不需要见好相，何以故？是法师事事相受，故不需要相。是以法师前受戒时，即得戒，以身至中心故，便得戒。若千里内无能受戒，是得佛菩萨形象前自是受戒，而要见好相。若法师自一解经律大圣邪却，国王太子百官以为善，有心学菩萨来问，若经意律意轻心恶心慢心不依好答，问者犯情垢罪。若佛子有佛经律大乘法正经正经正法生而不能勤学修习，有舍弃宝反学邪见恶圣外道书典阿毗昙杂论一切俗气是断佛性障障语言飞行菩萨道主若故作者犯情垢罪。若佛子佛灭度惑为修法主，为行法主，为身方主，教化主，坐禅主，行来主，应生慈心善而都众善走善宝物，莫度用如自己有恶烦乱中多增自信用三宝物者犯情垢罪。若佛子现在生方中住，或见客菩萨比丘来入相方设宅成邑，若国王宅舍中，乃至下座安居处其大位中，先救僧迎来送去饮食供养房舍卧具成床木床，事事给予。若物因脉之身及男女生割之身中脉供给所需，悉以与之。若痰疟来紧，众生客身而利养分，生方主因次第菜客身受请，而先救僧独受请而不菜客身者，生方主得无量罪，畜生无以非沙门，非是种性犯情垢罪。若佛子一切不得受别请利养入子，而此利养属十方生而别受请，即是取十方生入解及八佛天中诸佛圣人一世生父母必人入自己用故犯情垢罪。若佛子有出家菩萨在家菩萨及一切坛略请僧福田求愿之谁应入三方问之世人今欲请僧求愿之是。若佛子有出家菩萨在家菩萨及一切坛略请僧福田求愿之谁应入三方问之世人今欲请僧求愿之是。报缘次第请得及得十方贤圣生而世人别请五百罗汉菩萨生，不如生次一凡夫生。若别请僧者是外道法，弃佛无别请法不顺孝道。若故别请僧者犯情垢罪。若佛子要行故为利养贩卖男女色之所作此自魔自凶，占下男女解梦及凶是男是女，周数工巧调音方法，和白种毒药千种毒药蛇毒生金银毒蛊毒都无私民心无孝顺心，作故作者犯情垢罪。若佛子要行故自身傍伤宝照见心腹口便说空行在有中经理白衣为白衣通讯老女交会银色作作故作一六三日年三长照月作杀生劫道破灾犯戒者犯情垢罪。如是时戒应当学进行奉持，这些品中广明。佛引佛子佛灭度后，于若世中若见外道一切人，皆在卖佛菩萨父母形象及卖经律贩卖比丘比丘尼义卖发菩提心菩萨道人，或为观世一切人作奴婢者，而菩萨见是是以应生慈悲心方便救救救将他取入属佛菩萨形象及比丘比丘尼发心菩萨一切经律，若不属者犯情垢罪。若佛子不得贩卖刀杖弓箭去行刃小夺应官喜日取人财物害心系福破坏成功长养猫狸猪狗若故养者犯情垢罪。若佛子恶行故管理欠男女等都军政兵将皆得等都亦不得丁就被骨绝及热兄弟空我割教净月之身不得说普为其波罗色系谈起六波拜取持使头五间道八道行者转瞬视角杨志波与毒楼做不是不得做道学使命一一不得做若故作者犯情垢罪。若佛子护持境界行住诸恶日月六水毒众世界犹如金刚如带齿伏囊欲度大海如草系貔貅长生大圣赞见之事我是未成诸佛诸佛是已成之佛发菩提心念念不去心若起一念恶生外道心者犯情垢罪。若佛子常因发以劝孝顺父母师生愿得好事同学善知识常教我大圣经律十八趣十张扬十金刚十地使我开解如法修行坚持佛见宁者生命念念不去心若一切菩萨不发誓愿者犯情垢罪。若佛子发誓时大愿女持佛境界做事事业宁以持身头炽然猛火大坑刀山中部毁犯三次诸佛经律一切女人做不敬恨复作誓愿宁以热铁罗网千种周遭产生中部以子破戒之身受心灵弹略一切衣服复作誓愿宁以此口吞热铁网及大流猛火经百千劫中部以子破戒之口食于心灵弹略百味饮食复作誓愿宁以此身握大流猛火罗网热铁地上中部以子破戒之身受于心灵弹略百种床座复作誓愿宁以此身受三百毛四三斤一节二节中部以此破戒之身受于心灵弹略百味医药复作誓愿宁以此身头热铁或经百千劫
中部以此破戒之身，受于心经坛月千种房舍屋宅园林田地附作寺院，宁以铁锤打碎此身，从头至足令如微尘。中部以此破戒之身，受于心经坛月恭敬礼拜。附作寺院宁以百千热铁刀矛挑起梁木，中部以此破戒之心，适当好色。附作寺院宁以百千铁锥缠刺耳根，经一节二节。中部以此破戒之心，听好音声。附作寺院宁以百千刃刀割去其皮，中部以此破戒之心，贪嗅诸香。附作寺院宁以百千刃刀割断其舌，中部以此破戒之心，食人百味尽食。附作寺院宁以利斧斩破其身，中部以此破戒之心，贪着好处。附作寺院愿一切众生悉得成佛，而不上六不发誓愿者，犯轻垢罪。若佛者，常因二尺头陀中下坐禅，结下安居，常用养师早斗三地平波坐具，席上香炉莲露水囊，手心刀子火碎念子，身转金律佛像菩萨形象，而菩萨行头陀时及游方时，行来百里千里，此十八种物常随其身。头陀者，从正月十五日至三月十五日，八月十五日至十月十五日，十二时中十八种物常随其身，如鸟两翼，若不杀二心血菩萨，半月半月常菩萨。若佛者常。若诵戒时，当为诸佛菩萨形象前诵，一人不杀即一人诵；若二人、三人至百千人，一人诵。诵者高坐，听者下坐，各个披九条、七条、五条袈裟。若结下安居时，一因一如反如行头陀时，末路难出，若恶国界，若恶国王，土地高下，草木深邃，狮子虎狼，所有风难及以劫在道路堵塞，一切难处悉不得入。头陀行道乃至下坐安居，四处难处皆不得入。若故入者，犯轻垢罪。若佛子因如法师地座，先座戒者在前座，后座戒者在后座。不问老少，比丘、比丘尼、贵人、国王、王子乃至黄门奴婢，皆因先座戒者在前座，后座戒者次第而坐。莫如万道诸人，若老若少，无前无后座，无次第，如宾无至宝，无化有中，先者先座，后者后座，而不上一，不如法师地座者，犯轻垢罪。若佛子常因教化一切众生，建立上方三林园田，立作博塔，东下安居，坐禅处所，一切行大住，皆因立志而不善。因为一切众生讲说大乘经，历若疾病、苦难、灾难、父母兄弟和上阿舍利王灭其日，即三七日、四五七日乃至七七日，因讲说大乘经，历一切灾会、九变、行来至上大火所烧、大水所漂、黑风所吹、城防江河、大海、罗刹、直量力、独中讲说十七律，乃至一切罪报、三恶、八难、经历走戒、枷锁、系缚、其身、多淫、多嗔、多语、一切多疾病，皆因讲者经历而心血不善，若不闻者，犯轻垢罪。如是九戒应当学，践行奉持，犯贪品当光明。若佛子言：受戒时不得减责，一切国王、王子、大臣、百官、比丘、比丘尼、信男、信女、淫男、淫女、十八梵天、六欲天子、无根、二根、黄门、奴婢、一切鬼神，尽得受戒。因教顺所说，将那戒指坏色与道相应。既然使清晚世界紫色，一切染衣乃至过去尽以坏色身所着，一切染色。若一切国度中国人所着衣服，比丘皆与其俗不有异。若一受戒时是因故眼如现见不作亲昵，罪有菩萨法师不得与亲昵人现见受戒亲昵者。诸佛圣贤是不是摩诃尔上是阿舍离破劫抹转法轮身是圣人？若具亲昵，其现前不得戒，与一切人尽得受戒。出家人法不向国王礼拜，不向父母礼拜，六亲不敬，鬼神不礼，但解法事语有百里千里来求法者，菩萨法师热心正信而不及与受，一切众生戒者，犯轻垢罪。若佛子教化人及信心使菩萨与他人做教戒法事者，见于受戒应教请二十和尚阿舍离二十因为如有七戒罪者，若先生有七戒罪者，是不应与受戒；若无七戒者，得与受戒。若我犯十众者，应教忏悔在佛菩萨形象前日月六十诵十诵四十八经戒苦道理三日，皆摩得见好像。若一七日、二三七日乃至一年要见好像。好像者，佛来摩顶见光见化种种异象，变得灭罪。若无好像衰颤，无以世人现身力不得戒而得增益受戒。若犯四十八经戒者，对手忏悔作变得灭不同七戒，而教戒事于是法中一好解。若不解大圣经律，若行。多种是非之相，不解第一、第七种性、讲养性、性种性、不可坏性、道种性、这法性，其中多少观演诸物，虽然知一切行法意义，不得知法中义，而不善为利养故，为名闻故，为求多久贪利弟子而造现解一切经律，为公恩故，事之其障碍其障他人故，语言受戒者犯轻垢罪。若佛子不得为利养故，优秀菩萨戒者前若外道人前说此千佛大戒，邪见人前亦不得说，除国王一切不得说，是人辈不受佛戒，名为畜生，真正之处不见三宝，如木石无心，名为外道。邪见人辈木头一而不善，于是人前说七佛教戒者犯轻垢罪。若佛子信心出家受佛正戒故，即因毁犯圣戒者不得受，一切坛业功恩亦不得，国王地上行不得，引国王水无限大鬼强者即见鬼言大贼，若入房舍诚意假装鬼附常小气小气，一切世人皆卖佛法中贼，一切众生眼不异见犯戒之人，畜生无意木头无意，若故为正戒者犯轻垢罪。若佛子常言一行受持独众造圣戒律，波比为止是邪文，莫以水为水，溪谷为笔，书写佛戒木笔，古指劝诉诸国，一息书指常以七宝无价相外戒杂宝为香囊，成戒律劝若不如法供养者犯轻垢罪。若佛子常起大悲心，若无一切诚意受宰，见一切众生应当畅言如等众生经营受善贵十千六千牛马猪羊一切畜生因心念口言如是畜生发菩提心，而不杀入一切畜三年川年皆是一切众生发菩提心，是菩萨若不发教化众生心者犯轻垢罪。若佛子常因教化起大悲心，若入坛月故人家一切众生不得利，为白衣说法应在白衣中前高座上做法事，比丘不得地利为四众说法，若说法时法事高座香化供养四众听者下注如孝顺父母经文施教如是我婆罗门及说法者，若不如法说犯轻垢罪。若佛子戒
心情受我戒如光太子白观世波弟子支持高贵不灭佛法戒律名作智法智我是波弟子不定出家行道一夫不定造律一向佛塔捐律力等观智众使然及寄生菩萨比丘地利白衣高坐广行非法如宾无事主和菩萨正因受一切人供应而返未观走死非法非利入国王白观好心受佛戒者莫作是波三宝之罪入故作破法者犯情垢罪若佛子以好心助教而为名闻利养国王百官显受佛戒者恒于比丘比丘尼菩萨戒弟子作戏不是如意求法如宾无智法如是身中穷智是若非以外穷如是佛子自破佛法非外道天魔能破若受佛戒者亦无佛戒如念一子如是父母不可毁破菩萨外道二人六眼谤破佛戒之身如三百毛四千千刀外障打败其身等有一灵自入地狱经于百劫故一闻二人六眼谤破佛戒之身而况自破佛戒教人破法因缘亦无孝顺之心若故作者犯情垢罪如是九戒应当学尽心奉持诸佛子是四十八千戒如等受持过去诸菩萨以诵未来诸菩萨当诵现在诸菩萨经中诸佛子定时中四十八千戒三世诸佛以诵当诵经诵我今念如是诵如等一切大众若国王王子百官比丘比丘尼信男信女受持菩萨戒者应受持读诵解说速写佛性常住戒卷流通三世一切众生化化不绝得见千佛为千佛受手世世不得恶道八难长生人道天中我今在此速下略盖记或法界如等大众当一心学波罗提木萨欢喜奉行如无相天王品劝解中医广明三件学士十座听者闻佛四众心灵顶戴欢喜受持而十世迦牟尼佛说上莲花台藏世界卢瑟那佛所说心地法门品中时无尽戒法品尽千百一世皆爱如是说从摩西所罗天王宫至此大树下此诸处受法品为一切菩萨不可说大众受持读诵解说其意如是千百一世界莲花藏世界为神世界一切佛性藏地藏界藏无量恒愿藏因果佛性常住藏如是一切佛说无量一切法藏尽千百一世界中一切众人受持欢喜奉行若广开心地向向如佛花光王七行品中说名人人慧强能持如是法未成佛道间安获五种利一者十方佛名念常守护二者命中时正见心欢喜三者生生处为诸菩萨有四者功德具戒度悉成就五者今后世信戒福慧满只是诸佛子这者善思量即我着相者不能生世法灭受举证者亦非下种处欲长菩提苗光明照世间应当尽观察诸法真实相不生亦不灭不常复不断不依不异不来亦不去如是一心中方便勤庄严菩萨所应作应当四谛学于学于无学无生分别想是名第一道一摩诃眼一切悉论乐悉从世出灭诸佛萨婆惹悉由世出出是故诸佛子一发大勇猛诸佛境界护持如明珠过去诸菩萨于世中学未来者当学现在者新学只是佛心处圣主所圣叹我以随顺说福的无量去回以是众生共向一切智愿闻是法者悉得成佛道方广经菩萨戒本中Yeah.
三业不勤，戒闻声色，作酒言辞，利众生恼，忘众慈悲，不失欢喜。以此行法功德，修行大乘无上善根，奉福上界天龙八部大梵天王三十三天，阎罗五道六斋八王，行病鬼王各级眷属，此土神奇僧伽蓝内护正法者，六位国主土净万民师生父母善恶之事，造寺坛乐十方信师，广集法界众生，愿借此善根平等熏修功德智慧二种庄严，同会无生成种之道。诸佛出世第一快，闻法奉行安隐快，大众和合即灭快，众生离苦安乐快。向上。当愿众生
释摩诃多萨弥萨婆诃多主婆诃阇耶萨婆萨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正觉金舍四大众运早晚各送功德，向金舍注重之父母师长六亲眷属现在逝者及上列诸人及其历劫冤亲债主现在逝者，同消三障诸烦恼，同得智慧真明了，不愿灾障罪障病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并回向上列诸人历劫冤亲债主以往生者，常住大众行住坐中、大寮工作中及律学工程中所上之有情众生及亡者，往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八开见佛悟生，回入娑婆度有情。